美国现在的病例已经有超过5800人感染，其中有800例都来自于加州。当局还在调查整个感染的传播链到底是如何，但是现在呢，至少加州也宣布进入了猴痘的紧急状态，希望能够调动一切资源来抑制疫情的蔓延。尼泊尔。